亚洲天王周杰伦。地表最强演唱会，哎呦，不错哦，杰伦啊，杰伦你好帅 ，OK OK， 谢谢，杰伦你好棒哦 ，OK， 你们小声一点，我等一下要唱歌了，杰伦我爱你，谢谢谢谢，差不多，杰伦闭嘴。故事的小黄瓜，从出生那年就跳舞，童年的大纠结，随着记忆一直晃到现在。OK， 差不多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我的演唱会。今天演唱会的嘉宾每一个都很精彩，很厉害。我们第一位，掌声欢迎观众席的李圣杰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圣杰。杰伦，好久不见。是的，圣杰，哎，你好久没来，要不要来唱一首歌？哦，那你这边有什么歌曲可以唱 ？OK， 我们这边有《双截棍》、《安静》，还有《三年二班》。我要《三年二班》。手工洗的超级好吃，陈志豪，天气这么热，你干嘛来白痴啊？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我刘海都乱了，刘海都乱了。圣杰，圣杰，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、？OK， 你到底要唱哪一首啊？那我带来这首《安静》。你要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？原唱好听，谢谢谢谢谢谢圣杰，很屌很屌哦，歌声一样那么好听。OK， 接下来大家很期待第二位嘉宾，对不对？第二位嘉宾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跟他常常在新生桥下一起打篮球。这位嘉宾就是我们的老肖萧敬腾。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。那个。杰伦，我没有麦克风。没关系，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你看看你右边的口袋。右边的口袋，我右边的口袋里面有口袋烧饼。皇家口袋烧饼，好吃。OK， 等一下，金腾，你先不要在我的演唱会宣传宪哥的商品，好吗？你会介意是不是？置入啊？不是，你先找一下你左边的口袋。左边的口袋，左边的，真的有麦克风 ，OK， 就带来这首《Indiana 老板就》。我的小姑娘，我是你的小阿妹，听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耳边，总是我不再撒野，是我的 OK OK。今天就先唱到这边，主角是你，所以让给你 ，OK OK， 那我先走，下次打篮球 ，OK， 跟你约。口袋烧饼，口袋烧饼 ，OK， 来了，记得拿走，口袋烧饼，下，好了 ，OK， 非常的精彩。接下来我们来宾一个比一个大咖，这位呢是我们音乐界的大前辈，这位就是音乐顽童哈林，耶、yeah, ，我是大家好喜欢的哈林庾澄庆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我是哈林庾澄庆，巴拉巴巴，大家都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我，耶、yeah! ！谢谢哈林哥，这个岁月在你身上好像留下一点痕迹啊。没有，完全没有痕迹。OK， 但是呢，因为你是前辈，我是晚辈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懂得敬老尊贤嘛。没有错。OK， 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要这样子唱歌的话，那我应该要蹲着唱歌。那如果我躺着唱呢？巴拉巴拉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OK， 那耶、yeah ，那我就这样子棒式唱歌。那如果我伏地挺身唱呢？那我就伏地挺身加拍手唱歌。嘿，
那如果我开合跳唱呢？OK， 好喜欢哦，好喜欢。开合跳，那我就开合跳加臀踢跳。好，那如果我要休息，太好了，你终于要休息了，我也要休息。爸爸爸，好喜欢，耶耶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哈林哥吼。各位，接下来这位厉害了，我们重头戏压轴的嘉宾，他是金曲歌王，到底是谁呢？一起欢迎 JJ 林俊杰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先上去。那些的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？别人有 OK OK， 唱到这边就可以了，谢谢。OK OK， 唱到这边。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，你可以咔咔的，懂之懂之懂之，跳针叫我姐姐啊。OK， 我姐姐。我告诉各位，我告诉各位，我刚刚从美国那个 iPhone 的发表会回来，是，但是呢，就是我原本想说在美国买一支 iPhone， 可是后来呢，我买错了。哦，那你买到什么？我买到 iPhone。iPhone 那也差太多，你是红 Seven 的。对，那今天既然是地表最强演唱会，你是不是应该带来一点 special 的给各位观众朋友？那是当然啦，我因为今天我是一个音乐人，所以我结合了一个舞蹈的表演，马上带给大家看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要表演才艺？好，马上为大家带来煞神抖肩舞。新的加入新的元素。我暂时把爪挂在乌的叫乌爪，我暂时把爪挂在白的叫白爪。爪，爪，爪，爪。那么等耍出名号，台湾出大爪，台湾各种大爪，摕你们爪来相加。阮时仔的时间，目睭我爸无啊咬牙，水两条血管夹落，水倒水滚滚流。啊，你血有吃无？你血有吃心无？你血若吃暗吃心，你就啥物毛病拢无。夹，夹，走呀！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见。